资源转移完毕。模拟战争即将开打，祝你们有超棒的一天。现在将进行恐龙战斗测试，空中战士，紧跟着监视机，启动恐龙歼灭任务。准备战斗区域中，请稍后。正召唤迅猛龙。正召唤迅猛龙。恐龙歼灭完成，你比敌方队伍先一步完成目标，跟随监视机前往下一项任务，启动恐龙歼灭任务。准备战斗区域中，请稍后。正召唤迅猛龙。正在召唤鱼齿龙。正召唤迅猛龙。恐龙歼灭完成，你比敌方队伍先一步完成目标，跟随监视机前往下一项任务，启动恐龙歼灭任务。准备战斗区域中，请稍后。正在召唤牛龙。恐龙歼灭完成，你比敌方队伍先一步完成目标，启动恐龙歼灭任务。准备战斗区域中，请稍后。正召唤迅猛龙。正召唤迅猛龙，正在召唤后头龙。恐龙歼灭完成，你比敌方队伍先一步完成目标，跟随监视机前往下一项任务，启动恐龙歼灭任务。准备战斗区域中，请稍后。正在召唤后头龙。正在召唤鱼齿龙。正召唤迅猛龙。正在召唤鱼齿龙。正在召唤后头龙。恐龙歼灭完成，你比敌方队伍先一步完成目标，前往下一项任务，启动恐龙歼灭任务。准备战斗区域中，请稍后。正在召唤三角龙。
标。警告，即将开始最终任务，即将进行次元转移，做好战斗准备，敌方队伍已进入最终，迅速采取行动，缩小差距，由最先完成所有指定目标的队伍获胜，尽你们的本分，产生全面的战斗数据吧。下一项任务，正召唤巨龙，正在召唤后头龙。正在召唤鱼齿龙。恐龙歼灭完成，跟随监视机前往下一项任务。支配装置，使用装置强行支配一只恐龙攻击敌人吧。正在召唤牛龙，正在召唤鱼齿龙。正在召唤牛龙。
正在召唤愚痴龙。正在召唤愚痴龙。战斗测试完毕，你们夺得胜利。这些指标显示，你们已经达到能延续优先生存权的门槛了。请好好休息，并等待召唤你们进行下一场战斗测试。